现在布鲁有比较不挑食吗？如果最近大家有看到他本人的话，他已经被我养胖很多，就是妈妈都说他每天都看他，好像渐渐已经有双下巴的迹象，吃饭这方面上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。现在，那爸，你们说郭内是一个男孩子气，他很霸气，他是一个很霸气的小孩，你们都很乖巧。那个电视节目上看起来超乖巧的，他就是一个很做自己的小孩，他非常的好动，然后非常喜欢出门，很喜欢热闹，很喜欢跟大家打招呼。如果认识他本人，他就是坐不住，他会一直想要往外跑，然后一直想要出门，一直想要去外面玩看，然后探索。所以他的性格就会比较一点点男孩子气，对，就也不算霸道，就比较男孩子气。像我们出去吃饭，他看到隔壁桌，他就一直说阿姨阿姨，就一直跟别人笑。你是选举的这个李长博，李长博去跟人家沟通，对也不需要到选举。通常波妞被波波会一直去烦他，就是不停的抱他，不停的亲他，不停的跟他示好，就不停的想要很用力的抱他。波妞就会直接咬他，就是直接往他身上咬，然后波波就会马上停。我说波妞咬我，他不会打哭，比较不会。把戏摆出来，那么漂亮吗？